全国投资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金钱道。那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哦，因为今天出现了一个惯性的改变。那虽然不是一个方向的改变，不过却是市场上的情绪呢在做一个流转。其实控盘的最高原则啦，就是最高境界。那么《孙子兵法》里面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这个战争的最高境界嘛？如果以股票市场来讲的话，那么最高境界就不是控盘，也不是控量控价，直接操控市场的情绪。那么情绪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量化，它是一个看起来无形，实际上大家都感觉得到的东西。我们简单来讲一件事情了，我花大概差不多一分钟，如果有一档股票它连涨三天，你买了十张，它第一天出现打跌停的时候，你会想干嘛？你会想卖出吗？可是有一档股票，如果你很想买，你等了三天都不拉回，终于出现拉回第一天的跌停，你会干嘛？想买进。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人，面对同样的现行，面对同样一档股票，把你摆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一个从左边看，一个从右边看，你会产生不同的一个想法呢？这就是人性。人性之所以会存在，就代表着市场上的情绪可以被操控。那么决定在买进卖出这两件事情，就决定了大盘是涨是跌。如果选择赚到价差的贪婪，这种欲望大于所谓的赔钱恐惧，那么不管如何，市场的买盘力量都会比较强。如果市场对于下跌赔钱的恐惧大于赚到价差的贪婪欲望，这个大盘就会开始做拉回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件事情。开高持续做压回，这是这礼拜的惯性，这很正常。但是空方惯性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要跌破昨天的低点，可今天没有。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情形哦，这里很明显哦，空方的格局就是在日落之后呢，每一根 K 棒的低点都比昨天低，对不对？每天都比昨天低嘛。那直到哪一天出现多方的扭转呢？直到第一个低点没有比昨天低，你才有机会日出嘛。那虽然说日出这里也是只有反弹两天，但重点来了，因为你是在十日均线的下方找买点，反弹这四天就够了啊。坦白讲这四天就够了，这四天其实有蛮多涨停的。那么在压回的过程当中，今天又出现了昨低没有破，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哦。这是一个标准的空方局嘛，空方局就是每一天的 K 棒都比昨天低，偶尔出现一个收脚，这里有机会出现转折嘛？这开高就日出了，就你看这里没有开低下去，那你就一定要等到某一天的高点比昨天高，收盘以后做出一个日出反攻哦。那接下来你这个反攻是中线还是一个短线，就要看你十日均线有没有弯上去嘛。这两件事情是循序渐进。那我们来看看站在十日均线的上方，它只要不跌下来，这里就会翻阳。那为什么会翻阳呢？要看往前数十天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你可以看到哈，这个地方越往下面扣的时候，这边第十天嘛，第十一天。那也就是说，你看站上去第一天比这个还低，对不对？它十日均还是下弯的哦，直到这一天红棒再拉上来，比这一根高，对不对？这里的十日均就会翻阳。要比十天前那天价还高啦，叫扣底哦。那目前看起来的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嘛。下个礼拜明天要扣这一根，下礼拜要扣这一根哦。那今天来看的话，既然指数没有再破低，下个礼拜如果顺利做出一根日出的话，只要比这个地方高，这条十日均至少会走平。那要N字突破的话，必须突破这个点，这里才会双底上去嘛。但是双底还没有形成之前，至少这一条十均它不会再压着你了。所以明天如果有机会做出一根日出的话，那这一条就会走平了。那至于下礼拜翻不翻阳哦，那就要看这个反弹是撞到季线的反弹，还是呢撞到颈线就拉回的反弹。那我们看一下哦，目前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跟昨天不太一样的气氛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讲说，这个地方是发动的好时机，多头如果要续攻的话，这就是好机会。
那么好机会在手里不攻的话，就代表什么？行情还是要走到更低点，大家才会愿意做进场。不过今天来看的话，有一个契机哦，市场上对于价差欲望的追求，逐渐开始追上对赔钱的恐惧嘛，对不对？市场上对于价差欲望的追求，很多股票跌很深哦，跌很深，你会有一个再破的恐惧。可是市场上想要在那边做一个低超的人，也方相对来讲越来越多。那这就是一个短线低档区的现象。所以我刚刚跟各位讲，买盘跟卖力，卖盘跟卖方，跟买方两边力量在做一个角力，一个是来自于对欲望的追求，想要赚到价差；一个是来自于对赔钱的恐惧嘛。那过去的五天都是这个比较高，可今天来看的话，追上来了。这里可以从什么地方来看哦？我们先来看一下韩国，你看韩国哦比台湾弱，对不对？它走势跟台湾相当像，因为两边都是科技股啊。但台股的前低没有破，就破十点而已，守住了。台韩国不是，韩国直接灌破，这次比明显比台湾弱很多。韩国当然他们全职股是三星嘛，对不对？所以这次直接是破了。但破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这里也在尝试什么做反攻，有没有？一样跟台湾格局非常像，只是比台湾弱而已。所以这里也一样哦，尝试来做一个。所以现在看起来亚洲股市，那台湾是比较强的哦，相对其他地方是比较强。你或许身在台湾你不觉得，你跟其他国家比一下你就知道，除了美国之外啦，台湾算非常强的哦。那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十日均线，这次要能够做一个弯上扬，最主要就是下个礼拜要做出一个反攻哦，反攻。那我们现在再来讲，有机会打出一个双底哦，看一下个股。大盘因为这一次是受到十日均线的压制，所以没有办法站上去。所以一旦做出反攻，谁比较强？答案就非常的简单，盘势被时间压着嘛，你谁先站上，相对来讲就比大盘强了。我举个例子，我刚刚讲了十日均线的概念，我们先来看富邦煤。那你看，很明显的早盘开出来以后，当然有外资相对看好了哦，发了报告以后直接拉上来。可是这边有一个论题，投资朋友。过去来讲也有很多外资发布看多的报告，但是都不会拉啊。为什么今天就拉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道理。回头我们来看看这句话。市场上对价差欲望的追求，是不是开始追上对赔钱的恐惧？我想没错吧。所以这股票才会拉起来啊。因为你是在破底格局嘛。对不对？你是不是比前波低？照理来讲，这个地方反攻，这一根如果不下去的话，这叫什么？有没有破线反弹，站不回去？这一根应该往下走啊，对不对？如果你担心市场上赔钱的恐惧的话，这应该往下继续灌啊。但你看哦，今天早上持续往上攻，代表这里是一个假跌破嘛？那这种时候就可以说明了，什么时候会出现假跌破呢？对价差欲望的追求大于对赔钱的恐惧，市场资金就愿意来拱。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讲的盘势，在这里没有这张十日线，对不对？大盘连续跌几天，一二三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格局。同样的，你没有这张十日均线的过程当中，你今天领先越过了，是不是跟大盘不一样？是不是很明显？那也就是说，盘势当中，如果你是昨天就站上的呢，比当更强嘛。那我在这边跟各位讲一下，强与弱不是代表你今天涨多或涨少哦。你今天在昨天越过十日均线，你站在上方，那今天小幅拉回甚至于翻黑，你都不是比大盘弱，你是早一天涨而已。很多人觉得说，哇，今天股票涨停板，今天股票跌停板，跌停好弱，涨停的好强，不是这样。涨停你要看你在哪边涨停。这种涨停叫做双底涨停，因为你是越过颈线嘛。那你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了下个礼拜一你在低扣底的时候，只要你还守在颈线的上方，这一条十日均就会翘起来。翘起来的话，就有机会循着季线的方向去做一个黄金交叉嘛。因为现在的走势是慢动作，量能没有那么大，所以你一步一步要慢慢来，大家不要急哦。我认为这是一好机会。第二点哦，我们来讲要怎样去赚到这个钱呢？因为市场上已经开始有一些股票它打底，打底代表呢大盘尝试想要去让这个十日均线做翻扬，所以你终于有一机会呈现一个
比较有效的反弹来攻击。那怎么样来准备这个资金？首先第一个，把先前赚多的股票资金拿一些出来。那我们今天动作很简单哦，先出月峰。照理来讲，出完了以后啊，行情不至于回那么深。那既然你回那么深，就代表怎么样？市场很需要钱。因为今天出月峰的人绝对不是赔钱出的啦。你就算是出到平盘，你随便也是赚钱的嘛。对不对？早盘开盘就出的话，就算你是套在前波的最高点，今天早上开都是解盘，就解套出啊。那你如果是过去三天买的，随便你怎么出都是赚的啦。对吧？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卖单也比较急齁，大家就急急忙忙把钱拿回来。那为什么急急忙忙把钱拿回来呢？最大的原因当然非常简单。那我认为是因为市场上这一批有赚到钱的人急急忙忙想要在低档找到月峰第二。这是一种资金移转嘛，很正常啦，包括17的特用化学一样，早盘在锁不住涨停板的时候，那当时我们也在这边把中化化来做一个调节。一度在平盘这边守了一下啦齁，那其实最后尾盘打下去。这个是不是代表就翻空了？那倒也未必齁。因为我们来看到今天是在累积了这么大的涨幅以后出现一个天地板嘛，从涨停打到跌停。但涨停打到跌停这个我们以前遇过啊。重点不是在于说你有没有打到跌停这件事情。重点是在于说你的跌停板出现以后有没有机会来做止稳。因为如果你有印象的话，所有曾经霸占过市场上飙股这两个字的名词的名称的这些股票，你一定都看过它跌停了。我简单来讲齁，如果你回头来讲，像今年六七月五六月份，你看阳明长荣万海，对不对？那我们来更往前看的话，你也看过像包括爱普嘛，对不对？那去年的生技股当然更不用讲。所有这些股票包括这个今年上涨的 USB 4.0 在内、哦、那个比方说你看晶弘也好，对不对？今天晶弘有拉一根下影线、哦、比方说你看像它这种地方有没有，比方说你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像那个像这里有没有月创维，这边这一根就跌停啊，跌停完以后这边守住又上来了嘛。我简单来讲一句话，就是说所有的飙股都曾经出现过跌停板洗盘，所以跌停板不见得是代表结束，它代表是一种血统的认证，你够飙你才有机会出现这种天地板嘛。你如果不够飙的话，你怎么会出现天地板？那重点是在于你跌停之后你能不能去把它做一个收复。好，那我们再持续往下看。所以未来两天当然我们会持续观察，等它量缩点哦，这个很重要，等它的量缩点，反正今天就已经调节了嘛，那你就等它做了一个量缩点哦。再来永光也是一样的哦，那这都在一个大区间操作的范围里面，都还没有出现多空的对决，就是在一个区间范围里面嘛，哦，区间范围里面。那不管怎么说啦，钱先挪出来，那三幻化比较特别啦，因为它量比较小，参与的人比较少嘛，这个还可以再观察两天。好，那我们现在再等一下回到板卡这边，因为比特币又创新高，所以第一个重点叫做什么呢？把过去的这两天有一些涨多的资金呢先拿回来。那我们这边也要布局接下来接棒的，包括月峰的接班人，包括中华化的下一棒。我也邀请各位在这一波没有跟上的朋友，没有做到的朋友，其实呢今天跟我们联络，我认为明天是一个绝佳的进场点。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前几次台股的反弹它其实撞到十日均线就掉下来了，那种反弹都不大。但台股今天这一次的尝试抵抗，它在酝酿的是什么？十日均线有机会翻扬。所以可以说九月下旬以来到现在为止，这当中将近一个半月，只有这一次是比较有机会出现比较大的。之前那几次不是没有弹的、欸、有弹的、欸、只是它弹的比较小，但这一次是大的。那么很多朋友在这种时候就是要好好做一下换股，为什么呢？因为有的股票它其实不怎么会弹的，弹个一两根也就下来了，对不对？不妨跟我们换到全新的股票上面。那我们的做法很简单，我们这几个组别今天包括有卖中华化的，有卖月峰的，那你们的资金在这个地方48小时之内我们带你买接班人。这一次没有做到的朋友，你就直接跟我们下一棒一起做进场。好，我们看看板卡族群，比特币在冲嘛。
那技嘉我们看到今天收一根小黑，但是你看这个行情非常的强，它为什么强？涨幅两根长红，两根半的涨幅啦、哦、那你看整理的时候是量缩，对不对？整理量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看到其他的族群。好，那我们看到汉讯、哦、这里尝试来做一个反攻嘛，但是它形态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技嘉来的这么漂亮。那第二就是说，我们来看到我们要讲特用化学，就要把整个电池模组看在一起。实际上你看哦， AES 高价的嘛，在这个地方反而抢回发球权，今天创新高，对不对？因为电池是分开涨的嘛，它原本是先涨模组，后来讲什么电解液啊，什么硫酸电子级的这个硫酸液啊齁等等之类，涨到这个上游特化。那上游特化资金退出来以后，你看又回到模组上。所以电池这个是走不完的啦，这是一个大格局，只是说你要怎么样去抓到那个题材。那我们现在三倍券一张换三张的概念持续进行。所有的朋友齁，今天不管你手上是什么样的股票，我认为说你不用补现金都没关系，带着股票来找我们。我们用你的股票来去换股票，因为有的股票你一张卖掉可以换三张，对不对？你有股票一张卖可以换三张。那这一波来讲，空手的朋友其实也要开始准备进场了，你不要再等了。那我们之前有跟各位讲过，越破底其实买进的人越多嘛。可是今天跟过去几天比较不太一样，今天没有破前低啊，至少昨天低点没有破，但是还是有买盘愿意进场。要不然你看这种股票怎么来的？金星科为什么涨停？标准的啊，它站到十日均线上面啊，这个就是大盘没有站上十日均线的时候，它领先三天站上去。那你光站上去，十日均线不会翻阳嘛？你站上没有用，要翻阳才有用嘛？所以你看过去两天它没有涨，甚至于昨天是黑棒，你会觉得说老师这很弱。可是呢，它弱呢没有比大盘弱，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大盘十日线上面整理，大盘是在十日线下面整理。这个时候大家就很容易觉得说这只股票没有涨，一些收黑 K 很弱，它不弱，它比大盘强，它在十日均线上面。反而是有一些股票它昨天是反弹的，对不对？结果今天呢反而不涨，你会觉得说昨天收红棒应该很强才对啊。可是你看有一些股票它还是没有上来哦，它反而是持续在这边做一个横盘。这就是因为姿态的关系，你是在十日均线下面还是上面。那你如果说在这地方你只要位阶相对来讲比大盘姿态还要强，今天就有机会做反攻。因为你从十均到季线中间还有一段距离可以拉嘛。好，那我们告诉各位这也很简单哦。现在来布局接下来要创新高的股票，我们先进一段广告。这个时间他怎么来？什么关系？她是你什么人？她才是我女朋友。现在是我，五周生意维他命 EC 口含定，必胜大丈夫。你的大小酸痛交给我，长时间维持同样姿势，酸痛到不行，好痛苦，就用普拿藤激励，深入渗透，快速有效，缓解酸痛不费力，快用普拿藤激励。摩尔坚持用心选股，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及大盘，摩尔坚持技术面、基本面到筹码面，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从研究川普到风尘仆仆，追踪基本面到深夜吃泡面，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唯有摩尔，名闻遐迩，欢迎来电0800668085，0800来来帮你帮我。刷牙流血是牙龈问题的开始，小心引发骨牌效应，造成口臭、牙龈退缩，甚至掉牙。立刻改用牙周室，阻挡骨牌效应，四倍更有效，帮助清除牙龈流血根源。牙周室。工作难以消化。每天努力破关，保护力够吗？全新善存益生菌，水果风味，酸甜可口，三效守护：一补好菌，二养出更多多多多多好菌，三还有凤梨酵素。全新善存益生菌。
天来到这古色古香的地方，要带大家远离尘嚣。嘎嘎嘎，蚊子这么多，小心感染登革热。大家一起来清除滋生源。盆栽底盘、宠物饲料容器要经常刷洗干净，避免蚊卵附着。屋后沟、屋顶排水槽每周清理，不阻塞。菜园储水桶要加盖，不使用的桶子要倒置晾干，避免再次积水养蚊。瓶瓶罐罐要倒干净再回收。预防登革热，清除滋生源，大家一起来 ，Action！施打疫苗后出现不适反应怎么办？请咨询医师或药师。普拿疼有效缓解发烧，消除疼痛，温和有效。普拿疼关心您。美白修护霜，综艺玩很大，掌握市场先机，就是给您独到的投资建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30，金钱道路蔡振华，股市看中市，带您掌握市场趋势。好，我们看一下太阳能哈，那我们看这个持续在打底的过程当中，茂迪哈这个领先大盘这样季线大概几，因为持续那几天哦，大概1、2、3、4，在4天、4到5天。哦，那事实上当时的第一个反攻呢，他这样，我这样讲哈、哦，我们来跟各位讲一件事，说均线这个东西它有个特色哦，你第一次涨的时候，它不见得是往下，那不见得是往上的，你在往下的过程中撞到都是压力，哦，撞到都是压力。那你如果走平的话呢，你越过会再回撤，因为长线的均线会打你嘛，所以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中短长期的均线都变成走平的状态。那现在来看的话，因为短线是站上的，那今天来讲就还有一个高点嘛。哦，今天来讲就有一个高点。那现在只是说你季线还是下弯的，对不对？对不对？你季线是下弯的嘛，所以你撞到的时候，这个地方只要黄金交叉，黄金交叉还没有上去哦，黄金交叉你要再回一次。为什么要回一次？因为你这条长线是往下的，它这个地方不到三个月啊，这里一个月，这边一个月，这边一个月，你现在季线还在高扣底。你要撑在这个地方差不多2个礼拜、3个礼拜，让季线低扣底，这个地方才会弯上来，才会走主升段。好、哦、那现在的重点就是说，因为今年第四季很多股票，尤其法人的股票要出今年涨多的股票，接下来谁哪一个族群能够接获到这些资金嘛，对不对？那你今天来看的话，当然位阶比较低的股票机会比较大了哦。最近在涨 NB， 在涨的就是一个伺服器的概念。那大家看到隐隐约约有看到一些股票都是龙头股，比方说你看像广达有没有，对不对？他除权息以后大概已经3、4个月不破底了。那虽然他不没有在这个地方具有大涨的空间，但是呢广达上绝对有代表意义，因为你看这次人保没有下来啊，很强耶，看到没有，完全不受大盘影响。这背后再涨了一个，就是所谓的伺服器概念啊。你看这次最强是博智嘛，对不对 ？PCB 也是一样，他们讲就是伺服器的概念。关于伺服器这一块哈，其实真正最好的选择，一定当然你切到 IC 设计最凶了。不过因为最近大家 IC 设计不敢拉，所以其实伺服器这边我有一个计划。这个族群很明显在今年第四季是最强的。就我刚刚讲这只股票，你看得出来嘛？所以。我一定会在当中去挑中小型的股票，我认为这一次我们就要开动。那这个部分就直接布局明年第一季的标股啊，那目标就是看有没有机会走倍数的那种标股。因为最有机会迎接到这个市场上电子流出来的资金，大概就在这边的嘛。你现在看起来整个族群当中那个地方最强嘛。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联合再生啊，那这个我就不一一追踪了啊。今天还有创新高嘛？我记得3576，它。减资完以后没有过这个高点，但是你可以看到下方守得很稳，哦，因为业绩有改善哦，这个你减资以后，当然业绩一定是对今年来讲，有对明年来讲更大的改善嘛。你只要创新高就是讯号了啦。好，那这个我再保留一天，好不好？这个我再保留一天，今天表现不错，准备要过新高了。好，那力旺当然大家很紧张，因为要讲 IC 设计，讲 IP 嘛，会不会龙头主帅做拉回哦？那今天是在十日均线这边，请注意几个点。第一个是这一波起涨点在这里，
那过高之后拉回很正常，过高不要变破这个所谓的破穿头再破底就好了。所以明后两天要做量缩，量缩如果能够缩下来的话，下礼拜持续再做一个上攻，那基本上领头羊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而我倒觉得说，像这一次高价的股票你拉回，它反而会形成下一次的好买点。因为这一轮来讲，拉回过程当中，投信也是在这边买，它买得很慢，那买得很慢，那十张、二十张、两张、三张这样在买，慢慢低阶，因为毕竟它四千多块了，四千多块你一张就四百多万，你两张就一千万了啊，对不对？你如果说投信要丢个十亿在里面的话，实际上也是慢慢买。那我们看一下那个金星科，这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对不对？重新回到上攻格局，那你注意一下，它是破低格局，所以这一波要选的股票包含右下角，就是所谓的底部起涨。好，那这张股票我们看到今天续强了，那我也再保留一天哦，续强，卖掉今年股票涨多拉回的股票，买进今年没涨刚刚在起涨区的股票。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卖掉一些涨多的股票，我们的资金准备在未来两天做进场。错过这一波没有做到的朋友，这一波的十字军升是有机会翻扬的，千万不要等到翻扬才进场，要进场就是现在，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带你进场。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